长哥，拍了一整天，你也累了吧？给你喝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 你的手还很痛吗？嗯，来，干杯。好，这个三天两夜的训练营就快要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啊？之前我很想摆脱这个训练班，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舍不得离开。怎么样，你爱上大家了？ 其实，我也要感谢大家当初劝我留在大大军，让我摆脱 closet singer。我觉得很充实，尤其是今天，一条绳子教会我们这么多。没错，现在我们更加团结，更加有默契。我想到我们舞蹈要怎么编了。 就用绳子吧 ，Good idea。我曾经看过美国一个团队，就是用绳子编舞，他们连在一起，很像火车一样，很特别。你没事吧？为什么没有投反对票？So sorry，思彤，对不起，Emma， 对不起，大家，对不起。 之前是我把比赛看得太重了，今天我才明白团队精神更重要。Coco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感觉好像特别的拘谨。有大老板在，怎么可能嗨起来？什么大老板？哎呀，我憋不住了啦！陈哥，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你不是一个普通的 cameraman， 你是 LWC 的大老板。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怎么知道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知道，我错了，陈哥 ，I'm so sorry。之前我说话不经大脑，你原谅我吧。要我原谅你也行，不过你必须先忘记我的身份。我隐瞒身份的目的，就是不希望看到你们现在不自在的样子。你们还是叫陈哥吧。坐下来吧。 你们是准备站上大舞台的女团，以后也会遇到很多大老板，现在连自己的老板都怕，你们以后要怎么出道？好了，没事了，啊！我们今天来 camp fire 就是要开心嘛，啊！我们唱歌嘛， <Okay. S 2> 就唱。那女孩对我说：“好。”啊，心很空，天很大，雨很重。 我很孤单，谁敢不走？捧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喜怒哀乐，好久久了。注意点噪音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，高音。凌晨笑一下啦，没有人欠你钱。 撑起来！小心。Nice。